此个日来，卡卡提起就由自始至终的实修日式好根，不忘根本。卡卡人历来从实力高，把机制看作好一件非常庄重的法通。每到春季时节，自选好日，不管是天然地白，甚至生机昏暗，都不愿千里飞翔机制。每年春季，山旁边三佛山上三佛村的佛寺重建，但遍布外地的乡亲都会想起这里的。一盘农村的祭祀台顶，日次面白贤子。清明前夕，从西面北方前来祭拜贤子的佛寺后人，日日彩旗飘扬，楼阁喧天，热闹非凡。浩浩荡荡的前往佛寺贤子的墓地进行祭拜。我们这个三福乡上三福村幸福的是，每年祭祀呢就在春分后一天。那今天的人比较多，估计大概是有400-500人吧。那外地的来了比较多，今年外地的有，那个江西的瑞金，还有会昌，还有这个上海的那个有梅溪，还有这个阜阳的上进、远近。还有武平的十方，这些组织都统一到这边，他们都是今天是很早，都忙忙碌碌，刚好有下雨，然后呢，他们都是从5点钟就起床出发，就赶到我当地这个祭祖。归乡祭祖，带着每一位从里乐发出去的佛事和人来讲，敌人的又遭非凡日后。是江西赣州会昌的，我这次过来的话是跟我爷爷、阿伯、哥他们一起过来。作为我们年轻的一代，跟着爷爷他们过来祭祖，通过祭祖跟这边的子孙交流，加深一下友谊。因为我们祖上是从这里搬过去的，所以我们每年的村上都会来这里祭祖。我是第五次来了，每次来跟这些家人叔叔聚在一起，感觉很开心，很激动。佛寺众亲们通过祭祀，立在桥梁的楼台，台台增强了客家人的归属感，让远村他乡同胞更迈向新起步。出发几多山，唔忘家乡，唔忘自得，唔忘感激的情。我这个福姓呢，是在1304年从长汀福岭翻过来，他是在上面的这个满宫上下是99代的，这个叫做千九郎宫，翻到这个三府来。三府来以后呢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发展的话呢，第一个是他生了一个儿子是四九郎，从四九郎就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通汉，一个通年。通年宫生下去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啊，他是生了个子孙宫，子孙宫生了6个儿子，啊，进到三府的就是6个儿子的地方分开来的。这个6个儿子呢，就是日明、日升、日通、日海、日广、日满6个儿子。相传三府上过去称千家村，后来提名人变，但千九郎宫提五台四孙一讲。有着密切关联。日光、自然宝、侯光泰，生于明朝万历年间，行事聪明过人，过目神聪，都别色难为，世事为师，识别色靠技秀才，后高中技艺，与民间同乐，成为名闻江南的爆好之士。明朝天顺六年，被任命为广东惠州副惠丰知县。任职期间，为民乐治，共事认真，清秀百姓为大。日光宫啊，在汉丰东知县以后呢，就汉丰呢，就把这汉丰啊，就有明朝的神事，给他一个汉丰滨汉名目的匾牌，送了一个滨汉名目的匾牌。以后呢，因为升到知州的时候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就没有给到任。然后汉丰呢，就汉丰啊，在汉德面汉里面拿了一个汉教，就是三府教。
以后就我的公公呢就把他带回来，带回来以后呢，很多的子孙比较老的人，比较老的人看到这个很好看，就把云南的少布，就少布啊，现在姓改成三府，现在云南是三府乡。好，高木山客家话，突破前客家情，今天客家风节目就到这里了。